我是从心里面喜欢这份工作，因为可以接触到不同国家的人，感觉无时无刻跟世界接轨。我喜欢面对挑战，这份工作的特性是每一天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，例如航班的调配啊，处理客人的不同问题等等。除了靠着自己的经验，还有一班同事一起去解决问题，个方法可不可行，效果很快见到，有时都需要临场的应变。当事情解决了，那种工作的满足感是立刻感受到的。我想不到有其他的工作可以给到这种满足感。我平时会去骑马，因为很喜欢策马奔驰的感觉，我觉得骑马好像日常的工作，当在马上面遇到问题的时候，要自己想办法解决。马的力量很大，需要骑手和马匹的彼此合作，互相信任，就好像做事不是靠我一个人，要所有同事合作无间才可以成事。